来着，而且你坐下来啊，看到了。那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不知道回家了。艾佛龙，你搞什么鬼啊？艾佛龙，这艾佛龙会走步哎、欸！哇，搞什么？难得啊，偶尔走步一次啊。对啊，十几分啊！你真的不球了、啊，自己丢了吧？他不会进，篮板！好球，猛人！大十分，第四节。防守再积极一点啊！三个。小心！有办法当转吗？看到了，他稳定度很够。哎，挡住了啦，杨健。